们样赶快离开危险的环境，哦，所以要赶快做，要做一个紧急逃脱训练，不然危险发生，例如火如果烧起来，没有赶快走会怎么样？受伤。会受伤啊，会被火烧到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那个时候就要赶快赶快做一个逃生的动作。对。哦、这里是这里吗？对啊。然后镜头都一直拍到妈妈穿内裤训练。那是什么？太空人的脚印。这个是密闭空间，好，适应训练。密闭空间。密闭空间是训练。适应训练。适应训。训练，喜恶训练一二。哎，好好念哦，哈、哦，这样你下一次才会。你要随便念的话，下一次还是看不懂啊。什么？无重力耶，那是。这是无性意，也不是无性意，是无重力体验训练。火箭的历史，火箭，不是火箭与飞弹。我知道火箭的历史。你很喜欢那一句啊？嗯。火箭的历史。对，火箭的历史。那你还会念别的吗？哪一个？随便你啊，你会念哪一个？这个吗？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哪一个？看完了吗？那现在要看哪一本？这个是有很多小丸子的这一本。怎么有那么多个小丸子？不是。嗯。这很多小丸子哎，不是小丸子，那是地球，是地球，火星。